的声音了啦，因为今天呢，真的是大甲妈的初巡哦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鼓舞的氛围哦，让大家可以在这九天八夜的这个绕境过程中，都能够深受鼓舞。好，那我们团长再次回到舞台上，是不是有一些话想说？来，我们准备麦克风给团长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是沐风创意舞集。 好，多谢谢谢一二零的里长，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在这里演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团长，真的超级有心哈，好，那个。